你好，先熄火一下哈。开着白色轿车驾驶在路口停等红灯，被员警要求靠边领检，因为员警发现车牌不太对劲。这是假的。对啊，我们正常的车牌，确定这个号码是他的车。你看我们正常的车牌这边会有绕码，你这边没绕码。我是不知道正常车牌长什么样的。警方拿起车牌仔细端详，但一眼就看出车牌上没有烙印号码。这名蔡姓驾驶摸摸头，讲话支支吾吾，一问才发现。我没有问，我说他这个牌，对，他说他们也是网络上买。原来当初蔡姓驾驶购买二手车，前后砸了700万元整修改装，却因为车子未检验牌照遭到注销。为了求能顺利上路，从网友那买来车牌，悬挂不到一星期就被员警拦查，确定伪造车牌。员警进一步检视开车牌号码，发现车牌背后防伪雷射雕刻已遭蓄意刮除。整体车牌显得异常轻薄。开心购车，因为没检验牌照，衍生一连串问题。根据道交条例，使用伪造车牌，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10800元以下罚锾。蔡姓驾驶在案子结束后，也决定要卖掉爱车，消除厄运。三立新闻沈明志、屈道云台中报道。